就结束了。 这里是千羽学院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别乱动！你是凯文·卡斯兰娜？你想关闭虚术起点，却遭到了虚术造物的袭击，摔落了下来。虽然我接住了你，但你的伤势依然很严重。控制律者的力量变弱了，这样你也就有了更多时间。你救了我。 为什么？感谢雷电牙医吧，是他救了你。你不用再为长空市担心，灾难已经结束，他代替你守护了这座城市。你说什么？牙医？之后的事，让他亲自和你解释吧。他来了。 牙医，发生了什么？你那个样子是怎么回事？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。我会跟你走。很好，雷电牙医，欢迎加入世界蛇。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牙医。 要加入世界蛇，雅姨，你怎么了？他对你做了什么？提安娜，我现在很清醒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别管我了。为什么？别开玩笑了，我是不会答应的，我才不会让你去世界蛇。提安娜。 看来你还有一些事要解决，把你想说的话都告诉他吧，但不要浪费太多时间。想说的话，把那些理由告诉他，我就能得到理解，就能心安理得的离开吗？不，那只会让他更自责，更痛苦。想说的话。 我早已在心中说了无数次，提安娜，很高兴能遇见你，能和你一起经历那么多故事，创造那么多回忆，去尽情做你想做的事，实现你的理想吧。让我走向黑暗，换你回到光明，去向他做最后的告别吧。 雷电牙医，欢迎来到这边的世界。牙医，为什么？牙医，为什么？你明明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不在乎。抓住你了，你这个笨蛋！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
到此为止了，提安娜。醒一次，牙医。